好，经过长达20天的努力呢，就我们终于拿到了冒险岛接力的最后一个箱子，它是可以获得15星 SS 级的神秘之影武器。打开来看一下，它这一次跟2月、3月台服那时候是不一样，它只有一季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它是不需要先完成第一季拿到那个张券，然后在第二季你再完成20天，这样子才能获得。它其实只要做一个月就可以了，然后你跟他对话会获得你自己职业的这个武器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潜能已经是固定的。好，这就是它这个武器，然后它是不能够重置潜能，也不能够使用涅槃火焰去重置他的那个火花，所以他只能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冒险岛接力的活动先看到这里。